Othera 极限音波拉提，它是一台经过美国 FDA 认证，真的是有 lift 拉提效果的一台仪器。Othera 它的作用原理最主要是用这个高强度聚焦式的超音波，它将这个超音波聚焦在一个单一个点，所以这个点就可以产生一个大概65度到70度的一个热能的这个温度，这个温度就可以启动一个再生身体再生的这个机能，然后产生新的胶原蛋白，然后来达到拉提的效果。其实两者他们拉提的效果都非常的好，只是音波拉提它是非侵入性的，所以它一点伤口都没有。那我们一般的埋线的话，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微小的伤口，所以对有一些比较不想要动刀、不想要有伤口的民众来讲，是音波拉提是比较适合的。那因为它每一次治疗的深度非常的准确，所以它在皮肤的表层不会有太多的热残留，所以它就对我们皮肤的表层不会有太多的破坏。像比较传统式的电波拉皮什么，有时候可能会造成皮肤的灼伤，那因为像它非常的精准，所以它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后遗症产生。极限音波拉提它最主要是像它跟电波拉皮比较的话，它可以作用在更深层的地方。那因为它作用比较深层，所以像有一些嘴角啊的跟眼周这些比较有神经血管的地方，可能就要避开，就不能够施打这样子。治疗过后的几小时内可能会有一点泛红啊，然后有一些水肿的这个现象产生，那有些人他也会觉得有一点小刺痛，那这些都是正常的。然后最主要是我们想要他有这个热效应的这个反应，所以术后结束之后千万不要冰敷，因为这样子会让我们的那个热效应打折，让效果没有这么好。